今天，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金银纪念币一套，该套金银纪念币共2枚，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、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。八克圆形金质纪念币面额100元，量1万枚；纪念币面额10元，最大发行量2万枚。